I miss your pep. Hello， 全民制作人，大家好，我是坤坤。Hey bro，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 rap， 是吧？我给大家比个手势。Doesnt 和巴比龙一样具有吸引力。OK OK bro， cool bro。难受。啊！你得露头啊！耶！哎哎呀，手上全是戏！哎呀！别起床了。我无法睡这一整夜。姐。我不能停止，身体不觉得疲倦。王子毅，你对得起我吗？王子毅，坤，王子毅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画的不好看吗？你画的是我。观众朋友们，观众朋友们，你看看，我给你画的这么好看，你这脸画的有点大了，是不是？我这是 Q 版的，兄弟 ，Q 版的。他这个画的还挺好，很可爱。我这个是就是比较认真的那种画。你看，首先他的脸打了点侧影，我跟你说。后面加了这个阳光的感觉，它加了一点光芒。破防破防破 what what 破完哦，你不是我们队的哦。你的皮肤像冷冻的药，我的小手不断开空调。 Hello， 各位全民制作人，大家好，我是农农陈立农。 Music。我觉得这个东西，他一开始觉得你可能没说谎，可是你就会问说，哎，你确定吗？没有，你开始怀疑自己。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，他就电你。我吃了好多，我那个时候因为在快乐大本营现场没什么时间可以吃，然后在那边吃也不太方便，然后我跟郑瑞斌两个人加起来，我们拿了大概六七盒吧，就没人拿，就真的这么大一盒六七盒满的。我最喜欢喝饮料就是奶茶，对，这个抽到了，基本上原味奶茶。对，我喜欢喝那个台湾的五十岚，对，然后其实只要是奶茶，我都会去钻研。就是我可能不知道它的原料是什么，可是我只要喝到我就知道是好不好喝这样。没有，我篮球很差，我是怪咖，就是我右撇子，可是我运篮球是用左手，投篮也是用左手，只要关于力活都是左手，然后文活都是右手。睡觉，就已经累到就只剩睡觉，吃泡面，跟宿舍的同学聊天了。就是，对对对，现在听说有在内部斗争，可是不要，拜托不要斗争，就是你们可以叫我任何一些名字，我都会很喜欢。可是呢，因为还没有。很潇洒。他很潇洒。暗战士，哎呦，会被爱哦，相信别人，自己又被伤害，没爱。面对世界怀疑。你们累的话，我的肩膀可以靠一下，这样。你们累的话，我的肩膀可以靠一下，这样。
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月华娱乐的练习生范丞丞。想吃面包或者日本料理的寿司啊拉面。如果外面可以，然后我的拖鞋也成了蝴蝶结了。哇，你们房间都是吃的吗？程程就是程程就是敲门当当，天王盖地虎，然后就是让我们对暗号，让我们给他开门，你知道吗？巨逗。擦眼睛在眯着笑。我的妈呀，好吓人！你还没有找到我呢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妈！我的妈呀，好吓人！是什么？我想画出来神奇宝贝，让神奇宝贝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次，就很帅。武则天。好，开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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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不要。我不要，走开！真大岁数。慢慢睡着。我觉得范丞丞最近有崛起，我也觉得范丞丞最近是崛起了，很过分，就很 bad。失眠的夜多美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月华娱乐的 Justin。什么？Justin 就是每次来我们宿舍就找吃的，就小鬼，杰克有吃的吗？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，但不是你。再放一遍吧，姐姐。我在这调，有那种感觉。Oh my god， 那这个好肥。全民制作人，你们好，我是林彦俊。然后呢？嗯，然后呢？
嗯，然后呢？我可以说不要吗？不可以。如果你不对我卖萌的话，我就生气了。我跟你讲个冷笑话吧。好啊。我要走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童丁，拜拜。Lazy man， 那你跳一段舞吧。对，这是怎么跳舞 ？You crazy？找我要别人的签名照 crazy。 一开始就把我们叫过去也不知道干嘛，然后突然推开门，然后就看到食物，大家就很嗨。然后我当然不免俗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甜品，所以我也就冲过去。但是我那天穿一双白色鞋子，是新的，然后有人踩了我一脚，踩了我一脚，是很实在那种，就是啪，整个脚掌压在我脚掌上，我那时候啪，任督二脉打开了，我好紧张，我好紧张啊！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还没有正式开始，谢谢。我跟你讲，完蛋了，我这次进，下一次就不进了，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完蛋了！我这次进，下一次就不进了。我跟你讲，下一次就不进了。五六七，大好，二四五百 ，online。online 是什么？然后人代言的一个电玩广告。代言电玩广告。然后电玩广告都是什么什么 online？ 二四五百。让你从舒服中醒来，给你买了新名牌。大家好，我是朱正廷，我叫我大魔王。然后就问他为什么，然后他们就说，正廷生气的时候特别傻，怎么，然后就被他们说了以后，整个偶像恋人包括普凡都怕我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对，就太夸张，他每次都告诉我，每次说朱哥，他说我进来拿个东西，我马上就走，我不进来。石狮子就是下次像类似于这种东西，就不要叫我过来拍了，就是不太适合我这种。啊！我现在听不了声音。祝你晚安。我今天晚上能睡得着。普通就普通，你不主攻。想回到我们七个人刚来的路上，至少我们七个人还在一起啊。现在只剩四个了，也不知道最后会剩几个。你说吧，郑婷，我们两个在这里，你说吧，你说哪里不对，我们改好不好？你说，你大声的告诉他，你大声的告诉张姐，不好管。就我旁边这两个，
控制不住他们。四二四二，嗯，错，四二点五。四二点五和四二到四三没有区别，四二点五，错，我也四二点五，还差四二点差四三呢。Because of you, baby, we are the... 家的互动是很有爱呢。也是这样。家子啊，我偏东西。他没有，他是我们所有人。我每次吃的时候，他们俩都在吃，好吗？他是往那边跑的，现在是他。你过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 O O G I E 王子 E。B B K 王子 E。B B T。哦哦 ，B B T。B B K。我是 B B T 王子 E。可能坏了，开不开就开不开吧，可能坏了。拜拜。王子义，哎，到。B O O G I E。到是，我在这儿。你走，你在哪？你猜我是谁？我猜你是不知道，老师。我听不出来。我就在你面前。哇，你别吓唬我啊你！我叫彤彤。你是人在我面前，还是你镜头在我面前啊？我是一只土鸡。这个老师对吧？你是？我是一只土鸡。你好，老师，土鸡老师你好。桶金。桶金，桶金是什么啊，老师？我的全名叫垃圾桶。哇，你别吓唬我啊！看啊！啊，这里有一个摄像头哎！你可以给我卖个萌吗？卖个萌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我是 swag boy。呜呜。那你给我唱一段歌吧。唱一段歌啊！我的眼里都是你，天天 you know what I mean， 对你说我喜欢你。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，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，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。擦眼睛在眯着笑，有点轻，有点轻。别生气呀、啊、子怡子怡上去瞄都不瞄他。Let's go, bro. Let's go, bro. 哎，不要，不要！哇！我咋一开机就弄不中了呢？慢慢睡着。Yo, what's up, 全民制作人们，这里是遛狗小鬼。那夜多美妙，想给你。第一档起伏。啥东西？第二档起伏。就是会互相取外号，比如说我给普凡就叫他食人怪。我绿毛大怪兽，他上次有一次的舞台就穿了个绿色貂嘛，然后就像个大恐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贼凶那种霸王龙，感觉要吃人的感觉。黑貂有感觉是吧？不敢，不知道你看这个戒指，不知道什么身份啊？绿毛大怪兽，我不敢了，绿毛大怪兽。我想跟普凡合作，我觉得他巨逗。而且我感觉就是我站在他旁边，就是这么看他，然后就这么看我，然后我们再合作一首歌，然后就是那种他站在上面唱，就是这样，就那种感觉。不烦。
穿上我的外套，搭配上你眉毛，我不能停止。我什么都不带走，就这四个月。直接问你想带走什么？别不想带走了，啥都不带不太好。咱们都说，咱们都说的。我也是个孩子，好吗？我觉得并不是只是结束，我觉得只是开始。我觉得接下来才是真正开始努力，然后真正的开始去沉淀自己的一个过程。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感觉你特别成熟，旁边两个特别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尤长靖。胖，可爱，矮。你的体重可以说吗？可以说啊，110斤，有长进。真的还是假的？但是假的，怎么可能啊？都80斤了。80斤。我80斤啊！80斤。不要！不要！快点！快点！好，这个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但只会给我抱，哦，眼神弱化的对照。就让大家拿完过，我们再拿。可以，不用他。没事，没有的话就我们再就。我生活习惯很好。有人打完球打到4点，对。怎么可能？4点我们还在排练厅啊。我人太好，然后生活习惯又没有什么问题。戴总，那真的是你吗？不是啊，是我人那么好。我人很好，有些人会过来这里练，像我。吓的。我人很好。闭嘴。哈哈哈。卡掉。吓的。闭嘴。封杀他！你以后不要让摄影机拍到，你要叫我要叫帮你用头发。什么动物最害怕？我们现在要去。他特别凶。他练舞的时候都是，我们都是套动作来练习，他是卡秒表。就是多你点一秒。飞机准备开上报道。17年以来，我这17年以来最疼痛的4个月。对，我觉得就15岁了，我已经就是这15年来嘛，就是。我们已经17岁了，对吗？对啊，我们17岁啊。你18嘛，对不对？26。我02年。你是1902吗？我知道这感觉。最近有唱一段 rap。PD 的很酷哦，要很 PD 哦。PD 你不要神经哦，我不太擅长唱歌。5678。Chen Linong little。Be careful, bro。我外甥最近懂。要帅。All around attack。No plan。You don't know how the story goes。没人在意 now。那你不要救我吗？就像是半夜夜里很快就遗忘掉。可以吗？你说 rap 的部分还是我要听 rap， 我要听 rap， rap 的部分。昨晚睡得太早，黑眼圈遮不掉，内心上有点糟，无所谓不重要。我想你睡不好，暧昧像麻药，告白不是气条，只想让你知道你也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相见？呜，对，不能相见。我的一切只有你知道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微妙。有，我有吃过，在哦，你知道有长进吗？有长进很可怕哦，他去食堂吃饭，他就带一罐老干妈。这个的话就是他的食物，对，就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这是火锅，对，这是火锅，对，没错，他就是火锅。我觉得上台一定要吃东西。
你说啥？刚刚我在化妆间的时候看见谁？两碗泡面，一大碗饭，然后还有一个鸡腿，还有一个鸡腿，我都吓死了。我就想带走这个家乐，他说这家乐是好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就对啊，就而且我真的很想快赶紧把那个蛋糕，那个很诱人哎。那也是有感触。干嘛？我倒这个，这个很好吃。去点外卖。导演，我要一盘牛排黑椒。哇！其实他刚刚吃了麦当劳。我没有吃麦当劳。他不还不是他的麦当劳，是全责的麦当劳。没有，我吃的不是全责的，这样子别人会以为我偷他的东西吃。不然你吃的是谁？我有没有？你是怀念吃的吧？就如果你写这首歌的话，说实话，我在怀念海底捞了。上次虽然是说要吃，可是因为很多工作人员在旁边一直盯着我，就那种他们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放下去啪啪，然后导致我隔天就是吃了很多生肉。你是有病吧？你吃生肉干嘛？不是生肉，就是有烫过，可是没有完全熟的那种，可是很爽。你口水有在流哎，就是你没有，是喝了水喝太多。我减肥了。看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化妆包。你要去偷偷用化妆包是吗？你不是说不吃吗？我没有化妆包。十七号，今天大年三十，就是这样子才会。我又把它收起来，钱我不吃，放我的包吧。我不要，放那里就没有了。哇，这么快吃哇！你看炸了对不对？没有。就一整天没吃，然后那个就有一个编剧姐姐，她就说啊，除夕夜给你们带来一人一些小东西吃，然后就刚好分到那个鸡翅。我拿到那个东西了，我就马上跑去，因为有个转角，我就跑进那转角。在我跑还没转角的时候，刚好龙龙站在这里，完蛋，我想完蛋。我的体质包括你的感觉，给我 you not talking about girl。想给你穿上。天气吊着，但是快乐呢是。比到后面已经没有在 care 自己的成绩，就我自己觉得没有在 care 自己的成绩。今天睡觉都在一起，然后吃饭在一起，训练在一起的战友。我想把影视小镇带走，可以吗？把整个影视城吗？对，把我们的回忆搬走。这既苦笑都懂了，其实画面挺尴尬的。为什么？一点笑一点哭的那种感觉。我懂。还是用说的，没有我。洗头。我的外套搭不上你眉毛，我不能停止。可以跳，可以跳，可以跳，可以跳。OK， 你现在就是每个动作都一下子带过，你把那个点做清楚。就是我上面说，左边、右边、上边、五六七左右中。OK， 你现在加上眼神，加上眼神，然后稍微平一点，你再来一次。帅哥。
的 bro， 酷的 bro， 酷的 bro， 帅的 bro， 酷的 bro， 酷的 bro， 酷的 bro， 帅的 bro， 酷的 bro， 酷的 bro， 酷的 bro， 再放一次，酷到我的 bro。啊，唱了吗？什么歌？什么歌？啊，展示一下吗？啊。今天早上不知道谁九点半敲醒了我的房门，只剩下我还有我的 roommate 感觉只在打呼噜，不知道哐哐哐，还有哐哐哐，在这里吵着什么？只听见聋子哥哥在叫我们起床，来到这个练习室练习 practice。我们现在在练习，我们现在在努力。现在说了太多再见，拜拜拜拜拜。我是 R&B 王子。你更多的好，记住你从未到你有着吸引所有人的外表。有没有对着镜子欣赏过自己的身材？哇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俩最喜欢吃的就是巧克力，谢谢。好棒哦！他们太脏了，你知道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，真的。但是我现在跟他们待在一起，就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房间已经是最脏的了，但是我已经觉得嗯没什么，哦还 OK， 就是已经把我变成了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是个有洁癖的人，就是你打开门的瞬间，就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脚，就是踩着衣服的尸体过去，就什么都有，吃的啊喝的啊衣服啊什么都是。对，你听他听他扯，你听他扯，他有洁癖，他咋不收拾呢？他咋不收拾呢？还有洁癖都敢说出来？谁呀、啊？拉倒吧，他哪里有洁癖啊？但凡他有一点洁癖，他也不可能乱成那个样子。他根本就没有洁癖，好不好？他自己瞎说。就是原来会收拾啊，到时候后面就发现了，其实收拾这种东西就是不存在，就是我今天收拾成什么样子，明天他就能恢复成原样，所以就放弃吧。八成都是他丢的。他自己乱还说别人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就是很吵的地方嘛，就是我可能我自己开心的时候，然后我会觉得啊、吵一点或怎么的都还好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喜欢安静一点，然后所以他们平时就很少会来我宿舍玩，像晨晨和 Justin 比较闹的一般就会被我赶出宿舍，然后让他们去别人的宿舍闹。我不拍了。我每到了夜晚，我特别喜欢，我就是一个人特别喜欢享受夜晚一个人的孤单和寂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种享受，你知道吗？能打破我这种享受只有他，好吗？就我有种习惯，我特别喜欢一个人看电影，一个人看电视剧。然后他真的太烦了，他老是就看着看着挤过来，跟我一起看，我把他推开了，他又挤过来，把他推开又挤过来。我觉得电视剧要这种东西，一个人看一个人品味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弟弟吗？我会带 Justin 吧。嗯，因为就是，对，就是比较喜欢欺负他。谁带我？带我是为了打我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朱正廷？是不是朱正廷？我就知道，他肯定是孩子，我当爸爸。哎哎哎！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单亲的带着我们两个孩子，单亲爸爸，对你好不好？单亲爸爸。哆啦 A 梦的百宝口袋，我觉得有一个那个就可以了，我就什么都有。对，小叮当的百宝袋，然后我就带它就够了，我就万能。我想要个电脑，我想打游戏。手机、书啊这些东西，你会想要一个啥？电脑，电脑可以做任何事情。现在电脑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啊。穿上我的外套，穿上我的外套，给你更多的好。其实林彦俊年纪比我小，可是我跟他相处的情况下，我会把他当一个大哥。这样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点不太好，可是就是我觉得他就算挺有一个安全感的人，就是遇到我，其实我私底下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会找他聊。我会说跟林彦俊跟我说的一模一样，林彦俊跟我说很感人，什么你到时候因为什么会哭。导演他为什么要吃那么多面包？因为他在等他。我吗？对。所以你知道彦俊为什么要吃面包吗？为什么？彦俊吃的不是面包，是寂寞。
八一，对吗？啊，一八一对，一七四，差不多了。好。裤子裂开就涨粉啊，就我之前有裤头纽扣蹦出来，然后裤子越来越下面，因为我也没有感觉。我发现说，哎，今天大家的欢呼声比以往都要大一点。我说我最近进步了，我觉得我进步了。后来我下台才发现，哎，我觉得其实身高高的人都可以，像普凡还是什么木贤，他们都可以带。如果是荒岛上的话，会有很多那种树上可以吃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可以站在他们肩上摘。你在他们肩上，他们很吃力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碰到过，他说你在干嘛？嗨，吃了吗？就笑啊，大家都笑，我就很自然就自己走。还挺友善的，你知道吗？要不然会怎样？打我吗？就有些嗨吃了吗？吃什么啊？这样吗？不会吧？我从小有点在怕被骂，所以我一般都不做叛逆的事情。偷吃吧，偷吃那是最叛逆的事情，我觉得。害怕的，哇，这有点难的。他感觉什么都吃，哎，只要我最害怕的东西是不是？最喜欢吃的一道菜，椰浆饭。放吗？椰浆饭。他，哼，厉害。接啊！你是什么主持人啊？换你，我会接。我来那边很蓝，那边一片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犹豫。蓝色是犹豫而漂泊。爆笑啊！来到你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那个窗户外面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，再照一下，不好意思。三点一线，三点一线是什么鬼？就三个点一条线。我不懂什么东西。我们现在到了是干嘛？你刚不在躺吗？啊，你刚不在躺吗？你不？他是弹不是躺。哦。他中文很差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才要你讲。他平时才要花脚，不可能没事就打死我。哇哦！哇哦！谢谢你。可以的啦。只会给我吧。